谢楠向网友求救，吴京让一岁的儿子练拳击，战狼实男主角。近日，吴京的老婆谢楠在社交平台这样发文，究竟是为什么谢楠要向网友求救？其实从他微博的配图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吴京竟然让自己只有一岁的儿子练拳击。现在已经是大导演的吴京虽然很忙，但还是不耐其烦地让自己的儿子练拳击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吴京的这个儿子出生刚刚一个小时时突然发生了状况，天不怕的不怕的吴京看着自己的儿子表情痛苦，没有一点办法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想让儿子有个好身体的原因。在各种节目和新闻中，大家都能够看出来吴京对于自己儿子是非常严格的，摔一下碰一下这种小碰撞吴京根本不在乎，他只想儿子将来有个好身体。